手机没电，汽车没电，您是否常常因为手机没电就不知所措，全身不对劲？您是否又因为汽车没电就心跳加快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？遇到汽车没电，不是脱掉就是罚单，简直是得不偿失啊！不管你是低头族、机车族还是开车族，飞乐让你从此摆脱没电一族。脸书拍照打卡没有电，手机赖到一半又没电，约会游玩的汽车却发不动，好惨呐！2013年，汽车紧急启动电源，全台首创上市，造成全球轰动，各大媒体争相报道。请问您的行动电源可以启动汽车吗？2014年，全新研发，技术再突破，缩小到跟市售行动电源一样大小，重量只有200克，高度仅仅只有1.5公分。外面的行动电源无法启动汽车，飞乐是一款可启动没电的汽车的行动电源，并全新搭载美国最新的科技晶片，使用高科技能源电池芯，最高可达300A 输出电流，采用高电流抗反冲保护零件设计，充饱电一次可启动10次以上没电的汽车。您的高级轿车还在用传统又丑又重又占空间的电霸吗？该是跟上潮流把设备太旧换新的时候了。从您的手机、相机、 PSP、 行车记录器、导航、平板、摩托车、轿车、休旅车，飞乐就搞定所有电力不足的问题。到底有多快？主机2小时快速充电，手机1小时急速充电，汽机车3秒快速启动，随插即用，电力马上来。雨量设计，重量只有200克，携带好方便，不管是放在车上手套箱，放在包包，一机在手，万用无穷。随机的贴心赠品更可让您的手机紧密结合，永不分离，同时可以充电滑手机，手机电话不漏接，拼经济无往不利。另外搭配1:3专用充电线，可充市面上90%以上的行动装置， iPad、 iPhone5S 也可以充电哦，也可以一次充2台以上的手机哦，在国外不同电压也可以使用哦。飞乐带着走，要用马上有，为您的爱车及个人提供一个全方位的紧急汽车随身核电厂，成为您爱车的标准配备，绝对要认明飞乐第一品牌，千万别买错哦。